是什么原因？等一个温文尔雅的网络写手每日都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，是什么原因？等他成日候住皮皮，要皮皮屙督嘢他才开心，是什么原因？这个男人带着四个大只女女去跟公园管理员阿伯过不去，是道德的沦丧，定是人性的扭曲？本故事同大家呈现出主人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深陷其中。谁都别惹我，由阅人无数倾情演绎。第九章，天界之乱。我闹个风哥，放你狗屁，老爷我冇諗过搵你着数，嗰啲钻石。天界娃娃静鸡鸡咁喺后面同我讲，嗰啲钻石真係俾我哋攞走咗啦，只不过恐怕已经冇咗啦，我一阵再同你解释咩回事啦。我话风一转，你家俾个机会俾你，同我个细妹道个歉，呢件事就算了啦。嗰个风哥想喊咁口，欠我到，但系20几万嘅钻石，你一个唔该你就攞走咗啦，我点同班兄弟交代啊？20几万，虽然都唔知系啲咩靓嘢，但系我都赔唔起噶噃。我板住块面话：你要钱定系要命啊？然后我拧转头同四大天王讲：嚟兄弟，我数三声，每人跨前5步。一、二，风哥啊，吓到惊晒！咪，我道歉。大少奶、二少奶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哋就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赵善善落咗车，匿咗喺黄芳后边，但系已经恢复翻滞啦，气咕咕咁闹佢：你仲未讲你点解要绑架我、啊？黄芳拍咗下佢，表示唔好再问啦。于是同我讲：呢件事就到此为止啦，剩低嘅嘢我老公翻嚟会处理噶啦。今晚多谢晒你。我送你哋返去啊！黄芳摆咗摆手，我哋自己可以㗎啦。廖善善话：妈，我驚啊！黄芳拉住佢嘅手，好固执咁要自己打部的返去。我硬係觉得佢后尾同我讲嘢有啲不冷不热咁，好似就住乜嘢咁。呢家都顾唔得到太多啦。我拧返转头问阿峰哥：咁你觉得件事可以了啦吧？峰哥呢个时候嗰把声已经有到空空嘅共鸣。当然啦，我呢家放咗你哋，咁就罢手啦吧。再打就系契弟。呢个时候我先等四大天王后撤，放开个包围圈。嗰班蛋散即刻被解放，全部趴晒落地下，个个都面白如纸。我见佢哋冇心再打交啦，于是就踎喺峰哥前面讲：呢件事我会俾你个解释，不过仲系先等一等我搞清楚咩回事先。峰哥扶住自己条颈，喘咗半日气，起势咁摆只手。我哋黑仔嗰批货我哋唔要啦。但係好快脆佢又忧郁咁抬起个头望住我。我见过落雪落冰雹嘅，仲未见过打交落帮手。我嘻嘻一笑：你知道呢啲叫咩呀？咩呀？呢啲叫做喺地面嘅和你唔惹，你惹天上面嘅祸。峰哥同嗰班蛋散走夹唔透之后，我好郑重咁同佢哋四个讲：
多谢四大天王了。魔礼寿耷低的头讲：我条龙呢？我的紫金龙呢？天界娃娃静鸡鸡跟我讲：四大天王落入凡间，他们的武器已经没了灵性了。其他三个天王都帮魔礼寿去找蛇，魔礼红手一指去那边、啊、我们一看见到条蛇躝了上树去吃人家的雀豆。魔礼寿跳了起身：罪哥罪哥，你畜生还不下来？那条蛇冒了灵性之后开始不听指挥，自得其乐地赖在那里不肯走。魔礼青踢了那棵树踢了两下，然后那条蛇就震了下来了。魔礼寿即刻去拿回条蛇卷回在自己的颈那里。四位都饿了，我们去吃宵夜了。魔礼青就说：哎，美港真是饿，我们在上面跌下来都要跌成几日的。上车。于是三个天王将个副驾位让咗俾佢哋大佬魔礼海。对于空间本来好细嘅奥托仔，魔礼青同埋魔礼寿啱啱坐上喺后排，几乎冇晒位。魔礼红喺车隔篱嗰度讲：腾啲地方俾我咯。魔礼寿起势咁顶魔礼青，都顶唔得到啲咁多位出嚟。魔礼红好无奈：三哥得罪咯。然后佢起脚将里面嘅人起势咁踩，然后就塞咗我自己入去啦。呢台车里面就好似一盒龙眼俾人再塞多咗个橙咁，满晒。我即刻就开车，一路上魔礼寿不停喺度呻魔礼红嗰把遮，成日撩到佢。坐喺副驾嘅嗰个魔礼海抱住个琵琶，佢同我讲：你就系天界娃娃选中个凡人啦、啊。我叫强仔。魔礼海问天界娃娃：几时送我哋翻上去啊？天界娃娃话：呢件事一阵再讲。呢个时候就听到魔礼寿就问魔礼青：如果你把剑呢？我望咗下后视镜，先发现魔礼青嘅背脊上面孭住嘅系一个空嘅剑鞘。原来佢把剑就系佢嘅武器，跌落地之前就唔见咗咯。魔礼寿安慰佢：冇事，反正留住都冇用噶啦。魔礼青好担心咁讲：就怕跌到落人哋嘅头上边，你知噶啦，前两日先磨剑嘅，后边逼个头啊！魔礼红个面已经贴住嘅车玻璃啦，佢斜住个眼望住外边，人间嘅变化真系大啦，大佬。我哋上次落嚟系咩时候啊？唐朝？魔礼海话：嗯，好似系。魔礼青望住外边一排排整齐嘅路灯，呢家皇帝啊，好大喜功啊，就系咁样样点灯都唔知要几多油啦。我都懒得同佢哋解释，谂住四大天王对我哋人间嘅思维仲停留咗喺唐朝，基本上边算得系四个古代人啦。我最鬼烦呢啲反穿越嘅大聪明。我问天界娃娃：啲神仙唔系可以喺上面睇到我哋人间嘅咩？天界娃娃话：以前得，你家大气污染咁严重，连长城都睇唔到啦。呢个时候喺路边出现咗个烧烤摊，就快成点啦，老细准备收摊。我话：各位天王，不如我哋就喺度将就将就咯。天界娃娃不屑咁讲：
一嚟就等人食烧烤，冇创意。我细声咁讲，你少讲句话得唔得啊？唔去呢度，仲可以去边度？魔礼红索索个鼻哥，有啲咩食噶？烤肉咯。魔礼红好尴尬咁话：呢、這个我哋严格嚟讲系佛门弟子食肉就唔系几好咯噃。我好开心，咁啊都有沙窝面嘅。魔礼青又索一索个鼻哥：既然我哋落入咗凡间啦，我睇都系入乡随俗啦。大哥你话呢？魔礼海好认真咁谂咗一次，摆一摆手：玉帝讲得啱。我第一个落车，那个老细见我一个人冇咩兴趣嘅样，佢懒洋洋咁话：我收摊啦，听日先嚟啦。我哋五个人、哦，老板犹豫咗下，咁呢个时候魔礼海落车，佢伸咗个懒腰，擘大只眼及实老细嗰边，老细即刻变得好殷勤咁讲：几位食啲乜嘢啊？后门一开，魔礼红就即刻被弹咗出嚟，然后魔礼寿同埋魔礼青先跌跌撞撞咁出咗嚟。当时系夜晚嘅点零钟，眼前四个米九几嘅大赤佬着住古代盔甲。魔礼寿嗰条腰仲插住把大网刀，那个老细震腾腾咁拎咗个菜单出嚟，试探咁问佢哋：几位系拍戏噶？我惊佢报警啊！然后就指住魔礼海嘅琵琶讲：我哋系一个乐队嚟噶。老细呢个时候先冇咁担心，啤唔啤下佢啊？我望一望魔礼海，魔礼海好民主咁问佢哋三个兄弟：你哋话呢？大哥话事。魔礼海只手好似葵扇咁拍咗下台面，咁就系入乡随俗啦。唔该嚟五十串烧烤同埋一打啤酒先啦。哦，好。那个老细心惊胆战咁去做嘢，我同四大天王面对面咁坐好，将天界娃娃都搲咗出嚟放喺台上边。我好郑重咁讲：我先正式介绍下自己，我叫殷廷强。魔礼青忍唔住笑：殷廷强？我不为所动咁坐喺度。因为呢个名细细个就俾人攞嚟搞笑咧，我会讲俾佢哋听咩？魔礼海撞咗下魔礼青，魔礼青呢个时候先坐翻好。魔礼红去将魔礼寿腰上面嗰把刀掹出嚟，然后扑一声就掹咗啦。我睇翻上去魔礼寿嘅盔甲，即时傻晒。吓、啊，木做噶？魔礼寿有啲唔好意思咁讲：木头轻便啊嘛，冇乜用嘅。我谂下又系，四大天王喺天界里边嘅地位好尊崇嘅，平时真系冇人同佢打交噶嘛。遇到孙大圣嗰啲咁嘅级别嘅对手，有盔甲等于冇。佢哋成身咁嘅盔甲，基本上边就系佢哋嘅制服。理得佢行定系坐，都要着住。相信大家都未见过四个四大天王打大赤立喺个庙门口啩，所以佢哋一切都以轻便为主。佢哋嘅盔甲净系斋睇嘅啫。不过就算系咁样，我把普通嘅弹簧刀吉咗入去都掹唔出嚟。我话掹刀个动静点解好似咁似开红酒樽咁嘅？老细上咗啲啤酒，我斟咗五杯，恭恭敬敬咁递咗俾佢哋。
然后就同佢哋碰咗一杯。初次见面，我敬各位一杯。话是话，我都唔知点同佢哋相处。呢班嘢系神，呢班神系嘢，都唔啱。总之，人同神相处都系一个问题。不过大家系共过患难嘅，冇人会摆架子嘅。睇样佢哋大佬魔厉海系佢哋四个里面最有威信嗰、那个，但系反应就好一般啦。魔礼清平时都几醒目嘅，就系成日断片。魔礼秀同埋魔礼红基本上边系大佬嘅拥趸，哼，反应一样好一般。佢哋四个学住我，举晒成杯啤酒。魔礼清打出呢、这个酒系辣个，魔礼海话唔系辣系坑。魔礼秀又话又辣又坑。魔礼红就话三哥讲得啱，我唔知点讲好啦。魔礼海望咗我一眼，强仔系咪啊？天界娃娃点会拣中你个？其实讲到呢度，我一套戏，我点知道、啊？我同天界娃娃讲，呢家系唔系你应该同我解释下一啲事情呢？你想从边度开始听啊？呢四位，唉，你先讲皮皮先，嗰啲钻石系咩回事啊？我虽然唔知道钻石系咩回事，但系。我可以讲俾你听，皮皮根本就唔系隻狗。嗯，我都觉得佢唔似狗。我成个弹咗起身，唔通佢系一隻荷兰猪？天界娃娃笑吟吟咁讲：恭喜你呀、啊，你执到啦！皮皮唔系一隻狗，佢系一隻貔貅。下集内容更精彩，敬请期待。是什么原因等一个温文尔雅的网络写手每日都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？是什么原因等他成日候住皮皮，要皮皮屙督嘢他才开心？是什么原因这个男人带着四个大只女女去跟公园管理员阿伯过不去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本故事跟大家呈现出主人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深陷其中。谁都别惹我，由粤人无数倾情演绎。第十章，乃敢与君绝。貔貅这个名听来好像很熟悉，好像是传说里面的神兽，经常跟那些麒麟一起玩那些呢？没错，貔貅应该是被人打落凡间的。貔貅最喜欢吃金银财宝和贵重物品，所以峰哥的钻石被他吃了都不出奇。谁叫他们揸住钻石周街走啊？我一拍大髀，皮皮不单止抢人家的钻石啊，还吃埋人家的钱啊，最紧要这里是两班人来的。天界娃娃话：呢啲人一睇就知道唔系好嘢啦，抵佢死！我即刻话：咁啊，皮皮将我啲钻石屙出嚟之后，我哋咪发大达？天界娃娃用训导紧嗰啲傻仔嘅语气咁同我讲：你傻噶？貔貅最著名嘅特性就系净系食唔屙，所以啲人先睇到呢个好彩头。先将佢当为吉祥物咋嘛？
哇，咁佢个肠胃几好噶？系啦，你话我好彩数系咩意思啊？貔貅、瑞兽、帝王将相都顶礼膜拜嘅嘢，你当只狗咁养，你唔觉得你自己好牛 X 咩？我话除咗呢啲，我有啲咩实际好处啊？冇吧，养貔貅确实系几嘥钱嘅。从呢一点讲，佢可以督促你赚钱啊嘛。吓、啊，咪就系只喂食猫嚟啫嘛。我好失望咁嗒咗杯啤酒，郁闷咁讲。咁啊，再讲呢四位大哥，佢哋点解喺天上面跌落嚟噶？一听到冇好处，我连称呼都变埋啦。天界娃娃话：将我扶正先。我将天界娃娃放好摆正，对住我，攞个酒杯垫住我背脊，然后我攞个酒杯垫住佢背脊。天界娃娃好严肃咁讲：强仔，接住落嚟，我同你讲嘅嘢系最大嘅机密，你千祈唔好同其他人讲啊！冇问题，我都紧张起身咯。说来话长，我应该喺边度开始讲俾你听呢？我话尽量控制喺140字之内讲明佢得唔得？天界娃娃停咗一停。他说，天界开始混乱，神魔开打了，打败仗的神仙被贬落凡间，那够不够简单呢？这个是大纲，那简介呢？魔道中兴，企图获得天庭的主位，他们发动了战争，无论神魔打败咗嘅都会落入凡间，所以一啲修为较浅嘅神仙就最先跌咗落嚟啦。四大天王听到咁样一讲，佢哋嘅面都红晒。我之所以可以睇得出边个打边个，全靠睇佢哋嘅面色。魔厉海面色发白，魔厉清面色发黄。魔礼寿面色发黑，魔礼红自然面色发红啦。呢家搞到佢哋四个都系魔礼红咁款。我好婉转咁提醒天界娃娃，留翻啲面俾人啊。魔礼海摆咗手，娃娃讲得啱，系我哋自己修为唔够。我同佢哋打抱不平。这个怎么讲呢？我们兄弟打仗不是冲在最前头的吗？打孙悟空打哪吒斗沉香，有哪一次不是冲在最前面的？魔礼寿一头耷到落个心口那么滞，都输晒了。我岔开个话题问天界娃娃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这样源源不断地跌落来的？天界娃娃话：我希望唔系咁啦，但系呢个希望有啲不切实际。咁对人间有冇影响啊？呢个系我最关心嘅问题啊！暂时唔会。我松咗一啖气，又问佢：咁跌落嚟嗰啲人点算啊？天界娃娃话：我会再送他们回去。我松了一口气。怎么送啊？天界娃娃说，只要有足够的情绪币就可以做到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找你的原因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变成吸了一口冷气。还关我什么事啊？他们天界打仗，其实我一啲都唔关心，就算话影响到地球，亦都有各个国家嘅吉祥民去顶住。讲到底，
我冇乜点担心过，但系听天界娃娃嘅口气，我嘅身份好似喺呢场战争嗰度仲扮演比较敏感嘅角色。我慌，我最大嘅上限都系接收个女鬼做老婆啊！至于神啊魔啊，谂都未谂过，连写小说都唔敢咁写啊！天界娃娃话：天界动乱，我哋需要人界嘅帮助，亦即系喺人类嘅身上面吸收喜怒哀乐愁五种情绪，而喺天界里边可以接收呢五种情绪嘅，净系得我一个。我好惊讶咁讲，咁你就系最大嘅渠道商咯噃？天界娃娃话。你都唔差，你系最大嘅开发商。咩意思啊？以后就全靠你制造呢五种情绪，四大天王可唔可以尽快翻上去，就靠晒你啦。我听完之后，默默咁掹开喺天界娃娃垫住背脊嘅嗰杯酒，一饮而尽，好诚恳咁讲。你觉唔觉得我个两个膊头都未至于担起咁大嘅责任啊？天界娃娃鼓励我：你得嘅，得你条毛啊！我好似马景涛咁咆哮起身：你哋神魔开战关我卵事啊！你话叫我收留你就收留你，你要我害人都冇问题，但系你哋连对头都搞唔掂。你又拉我落水，就好似差馆招人咁，招嗰阵时候好地地话净系做户籍管理做文职嘅啫，结果同我安排咗个卧底任务。如果系要打怪兽仔，我就算数啦，仲要我打咸蛋超人。烧烤档个老细捧住盘烧烤过到嚟，见到我咁个鬼样，正鸡鸡咁同魔女海讲。咦，你的 friend 饮一杯就饮成咁样啊？四大天王净系顾自己攞嘢食，天界娃娃明目张胆咁威胁我。但系你同天界签咗合同嘅啤，我喊惊咁讲，你哋就算揾地球人都揾个影响力大啲噶，嗰啲。一举一动都可以动人心魄嗰啲热爱和平嗰啲咧，苍老师唔错啊！天界娃娃话唔得，苍老师嘅天分同埋潜力都唔够你好。你嘅意思系，如果我去日本发展，系咪仲红过加藤鹰啊？呢个时候，魔丽海就话：，哦，呢啲嘢几好味喎、啊。魔礼青又话：系哟，我喺上边都未食过咁好嘅嘢啊！魔礼寿指住个五十寸烧烤，我哋觉得我哋每个人都可以食到咁多、啊。然后魔礼红就话：哦，呢啲嘢留俾大哥食，我哋食下一轮咯。魔礼海好慷慨咁讲：食先啦，食先啦。佢好似好熟家暴，字字角角咁同老细讲：按呢个份量，再嚟多四份。老细吓咗一跳，我恶狠狠咁讲：你理佢哋啦，你试个三碗面就得啦。我喺个台嗰度敲咗两下，以后嘅事，以后再讲。呢家呢四位系咪跟住我住啊？天界娃娃话：梗系啦，送佛要送到西，你系我哋天界喺凡间嘅唯一代言人，食嘅、住嘅、用嘅，都系等你安排噶啦。所以我话咧，咩时候送走佢哋，由你作主。你要努力啲去赚嗰啲情绪币翻嚟，当唔埋，听日就可以送走佢哋呢。喜怒哀乐愁啱唔啱？冇错，就系、是、呢五种情绪对我哋有用。我对住老细讲：老细，
我哋食完可唔可以唔俾钱啊？ What？ 不过老细做做下嘢一个粮枪，我嘻嘻咁笑，同你开玩笑啫。然后拧转头问天界娃娃，收到几种情绪啊？几乎全中啊，所以我话你有天分啊嘛。他们几个吃完沙窝面，魔礼兽还是很可怜地望着那个烧烤炉，很细声地说，老细不是说整几个。我心软了，叫老细来多五十寸，但是老细一个不好意思，兄弟，你们吃的已经是最后几寸了。我摊开的手板说，嗱，唔系我孤寒啊！埋单嗰阵时候，老细将个账单放喺我台面之后，自己就坐翻埋喺自己位置观望紧我哋。佢已经系做好咗我哋唔俾钱就走佬嘅准备。等我俾咗钱之后，佢偷偷地喺自己心口度画咗个十字架，嗌咗一声阿门。四大天王照旧咁又逼咗入我部车里边。天界娃娃话：你饮咗酒可以开车嘅咩？日头酒驾就系漠视人哋嘅生命，呢、这个中数酒驾就系漠视自己嘅生命。唉，睇嚟我都再饮多啲先得。翻上去屋企，喺楼梯二楼嗰阵时候。我本来想问下黄芳赵倩倩的情况，看下看时间咁夜，唉，算数啦。一入屋企门口，嗰只皮皮懒洋洋咁起身松一松啲毛，然后好简单咁迎接下我哋。我一步一步咁埋佢身，想掹开佢嘴嚟睇睇。万一，我话万一吓。如果仲有啲咩钻石嘅碎碎留咗喺度嘅话，到时攞啲钻石整个几克拉嘅钻石戒指，哇，正！皮皮好警觉咁向后边缩下缩，我成面坏笑咁同佢讲：皮皮，想唔想呕啊？天界娃娃就话：你啊谂都唔使谂啦，睇下佢个样子。自从落咗嚟人间之后，好似都未食过啲好嘢。你饿到就快死嗰阵时候，食翻餐回锅肉，你舍唔舍得呕翻出嚟啊？我即时意兴阑珊，瞓觉。我望一望魔丽海佢哋，安排佢哋讲：四位大哥，去细房嗰度瞓啦。听日我同你买几块垫，等你哋打地铺啊。魔丽海就话：你瞓啦，我哋企住就得啦。我一听佢咁样讲，我拍自己后脑枕：兄弟兄弟，我今日态度唔好，并唔系因为你哋，只不过对事唔对人。无论边个遇到咁嘅事情，始终都有个心理适应期嘅，啱唔啱先？唉，人哋话晒都系天王嚟嘅。吃个羊肉串都得唔到满足，梗係耍啲脾气㗎啦。魔礼兽喺隔篱讲：唔係，我哋唔需要瞓觉㗎。吓、啊？点样唔需要瞓觉呢？魔礼清就话：我哋喺天庭嗰阵时候就係守南天门嘅，一企就企成日㗎啦，亦都唔需要换班，惯晒㗎啦。咁都要瞓觉㗎，你哋落咗嚟之后唔係又要食饭咩？天界娃娃话：佢哋话唔瞓就唔好勉强佢哋啦。我咪一样日日都唔瞓。我话：咁你陪下佢哋倾下偈先啦。天界娃娃话：我仲係跟你入去先。天王兄，你哋自便啦。于是我就带住天界娃娃返去大房瞓。我问佢：人哋初初嚟到，你点解唔陪下人哋呢？天界娃娃话：其实我同佢哋又唔係好熟嘅，
在天界的时候，这四大天王和我的级别根本不是一个级数，接触不到的。哇，吹水不抹嘴啊你。作为吉王文最大的唯一投资商，你会和门卫打成一片的咩？他如果不让我入的话。强仔，嗯，你还有什么要问啊？你真的不考虑苍老师啊？以康点对紫薇，我就点对你咯。咩意思啊？呢嗰句山无陵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嗰句呢？ What？ 唔知系太过眼瞓，定系吓狗傻咗？我听完呢句话之后，我就冇咗知觉，瞓着咗啦。下集内容更精彩，敬请期待。